姥姥，你会吃虾吗？捡它干嘛？臭小子，姥姥吃的虾比你吃的牙还多。就你把虾都弄丢了。你小子，待会你就知道好吃了。姥姥，这虾都被你吹烂了呢。你不懂，这样做出来肉嫩得很。哼，要做的不好吃，我怎么找你？姥姥，你这看着还不错呢。闻到香了吧？想吃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好香啊，先吃完给你尝尝。好，又来姥姥家蹭吃的。你有想那么小气啊？来，姥姥吃车厘子。嗯，还挺甜的，原来这挺贵的吧。哎呀，姥姥没事，拼多多搞活动，只要1元就能买到一大箱车厘子了。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或者在拼多多搜索3131就能看到活动了，赶紧去实现车厘子自由吧。哇塞，这么给力的活动啊，大家别错过哟。